你也知道回来啊？什么乐队你不知道？你来家那么晚？哎，你什么事啊？耽误吃蛋糕了。耽误你吃蛋糕了？你怎么知道爸爸买了的？我知道你今天过生日，要不然今天晚上回不来，晚上还有饭局。我过生日。蛋糕呢？自己过生日。妈妈过生日呢，想吃什么今天季老板全程带你出去吃。妈，今晚出去求预约请客，好带他一顿。你儿子都舍不得吃，这回弄大方了。那这是亲妈说的话，什么叫我自己？两个儿子，我天天出去吃还得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今天晚点过生日。那你咋也不回来的，直接往那里过生日啊？那带出去一个光光的，买点漂亮衣服不能回来？停了吗？长点记性，下次。忙呢，哎呦，我也想带他出来，现在出去，现在出去，不长不长嘛。好好把握住机会，季老板请客的日子不多。我要挑贵的吃，什么贵我吃什么。吃，随你吃。诺诺哎，诺诺哎，你有点水着了的哈，出去吃好吃的喽，诺诺哎。我那脸上生了窝胡子的嘞，黏了嘞，都是水油了的啊！午休习惯了，然后现在撑不住了，到晚上了还没睡。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五个生日，从一开始我们两个人，到一家三口，到一家四口，虽然日子过得很平凡，但是我们都很知足。我今天到点的帽子，你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。耶耶耶！上车走，玩去喽！看一下停车位，上次在这个地下一楼转了半个小时没到这车。诺诺哎，你干，你真恶心，基诺。来，小汽车奔你来啦！上次是玩偶，这次是小汽车，开不开心？再来一块。这个不要钱的就是甜。我下单了，不要心疼哦。下呗，哎呀妈呀，这多少钱啊，我就心疼。哇，上次跟人家学的4公里。这个锅底是我的。这个是雨雪的，这个是我妈的，这个是诺诺跟妍妍的。不要钱的牛肉末一定要多加一点。都准备开始吃饭了，发现蛋糕没有带过来，妈呀，这也太尴尬了吧！我要到楼下给他找一个，买一个吧。哎，这边刚好有。哎，美女，给我拿个小尺寸。就这么一丁点，68块钱。把这个拿给工作人员，给晨曦一个惊喜。现在给我讲这个啊，这模棱两可疼不疼？不疼。诺诺，你怎么吃的比谁都开心啊？啊？我先吃个这个。等一下，妈妈过生日，我们说一下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这么端。看看晨曦这个辣锅怎么样？晨曦的这个辣汤，我尝一下到底辣不辣。你那个怎么那么辣？生日快乐！谢谢妍妍，谢谢你，宝贝儿子。这个皮夹哥确定漏分了，就开始偷吃了，开始。我先尝一口。妈妈吃啊！妈妈吃啊！你来给爷爷吃一个。爷爷，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你可跟人家客气过一样的，放开了吃。我再尝尝这个沙棘酸汤。我上我那个酱，哇，哎，这个好吃，怎么又吃过瘾了？你看你嘴上嘛没有，妈呀，弄得又开始撩妹了，在干嘛呀？啊，在干嘛呀？过来，我晨一定要吃长寿面呢，一碗给晨一。谢谢妈，不用谢。
开不开心？开心呀、啊！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回家了。最后祝晨曦生日快乐！我礼物呢？回家给你，回家给你，不要急嘛，肯定给你买了，知道吗？给你个惊喜啊、嗯！走，回家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啊，拜拜。